我哋就將會講兩個面霜同埋一支 facial oil 嘅。嗯，好啦，我哋 Cosmic Garden 咧就有兩款面霜啦。咁兩款面霜咧，其實一支是薄少少，一支是厚少少，但其實厚少少嗰支咧都唔厚嘅。係，係啦。咁咧我就講薄少少嗰支先。咁咧我講嗰支咧就叫做蘭花凝膠原再生舒緩面霜，係啦，即係其實佢唔淨止做舒緩咯，佢仲對於皮膚嘅彈性都係有幫助嘅。咁咧呢支面霜咧係一支個成分好好嘅面霜，佢係無水配方嚟嘅，係啦，冇水嘅成分嘅。咁佢用蘆薈汁啦，跟住同埋佢咧就夾咗幾隻嗰啲種子油嘅，有可可脂啦，有甜杏仁油啦，椰子油啦，橄欖油啦，其實呢啲就係幫你個皮膚做翻滋潤咯。咁咧跟住其實佢點解會佢都係會係一個舒緩成分咧？因為有佢嘅重點啊，因為 Carmi 呢一條係啦，呢個面霜咧其實佢屬於 Carmi 嘅條 line 嘅。咁咧 Carmi 呢條 line 咧有一個好主要嘅成分咧就係蘭花型啦。咁就係我哋之前嗰條片所講嘅一個藍色嘅花啦，咁佢就係抗炎啊、舒緩嗰邊嘅，同埋對於皮膚緊緻嗰方面都係有功效嘅。咁而呢一支面霜咧，仲加咗另外一個花嘅成分咧，好特別嘅。呢個係澳洲 native 嘅花嚟㗎，班克西亞花，我打翻個英文名出嚟。咁呢一個成分咧，就專係針對抗衰老啊、皮膚修復啊、細紋啊、皺紋啊，同埋膠原蛋白增生咯。咁所以點解呢一個面霜係唔淨止舒紋咁簡單咯？咁跟住佢亦都加咗金盏花啦，因為金盏花就係一個好出名嘅做抗菌消炎舒緩嘅一個成分啦。咁咧另外咧佢嘅味道咧都好香，好清香啊！呢一個我都幾中意佢嘅味嘅，佢係入咗一個花園咁樣嘅味道。佢入邊有廣藿香、有茉莉、有薰衣草，亦都有依蘭依蘭嘅成分嘅。咁所以聽到都香啊！係啊，你聽到呢幾個萃取嘅味道，你都會淋得到佢嘅味道。但係其實咧，佢係香得嚟咧，佢係唔刺鼻、唔濃郁嘅，佢係清清香香咁樣嘅。咁當然啦，佢加呢幾個花嘅萃取，其實佢都有佢嘅功效喺入邊嘅。廣藿香係都有保濕啊、滋養啊嗰啲功效啦。咁同埋對於皺紋都有幫助嘅。咁而茉莉咧，亦都係可以做一個 calming 啦，舒緩鎮靜翻個皮膚啦。咁薰衣草都係啦，薰衣草都係做一個 calming 好好嘅一個成分。平衡油脂啊，咁樣咯。咁依蘭又係咧可以改善皮脂嘅分泌啦。係啦。咁所以咧一個面霜咧，佢個質地咧其實都幾薄身嘅。咁但係又未去到最薄，佢咧薄得嚟咧係你搽完係有少少嘢喺塊面度嘅。我幾中意用佢愛嚟做妝前嘅面霜嚟使用嘅。好啦，第二支面霜咧就是我非常之中意嘅一支面霜啦，佢叫做高度抗氧 Q10 兩集面霜啦。咁佢就係 Renew Me 呢條 line 嘅，咁顧名思義咧就肌膚嘅更新嘅。呢一支嚟計咧就係集三效於一身嘅，就做到保濕、更新同埋亮白嘅。咁而呢一支咧，我點解咁中意佢咧？就係佢咧用後咧，你會發現皮膚咧嗰個叫做膚色均勻度係加強咗好多啦。同埋如果你哋係多印啊，或者想做皮膚美白嘅話咧，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極唔錯嘅選擇咯。咁呢一支面霜嚟計咧，亦都係一個無水嘅配方嚟嘅，咁非常之真材實料啦。咁講下佢嘅成分啦，咁其實咧佢裏邊咧就係有可可巴油啦，同埋乳木果油咧嚟做一個深層嘅軟化肌膚啊、滋養皮膚啊咁樣啦。咁而佢裏邊咧，點解我話做更新亮白嘅效果非常之好咧？包括有石榴啦、蘋果啦。Davidson 啦，即係戴維森理啦 ，Q10 啦，有一個檸檬咧叫做阿斯彭檸檬啦，一陣間會介紹啦，維他命 C 嘅加入啦，咁所以咧集合呢幾種嘅一個高度抗氧化嘅一啲果啊、莓啊，甚至乎維他命 C 本身嘅話咧，咁肌膚咧就做到好容易咧就係均勻膚色啊，同埋更新亮白呢一方面嘅效果咯。另外咧係有效咁樣咧去加速你個細胞嘅更新嘅速度啦，尤其是適合冬天去使用啦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譬如冬天嚟計咧，血液循環咧係相對地比較弱啲嘅，咁肌膚個更新咧個速度亦都比較慢啲啊，或者個皮膚係比較暗沉啊、暗啞啊，咁使用呢個面霜咧就可以改善呢方面嘅問題啦，可以煥發翻肌膚原本嘅有個光澤感啊、色彩啊咁樣咯。相比於頭先咧佢介紹嗰支Carmi 嘅面霜嚟嘅咧，這個咧稍微嘅
嘅質地咧挺身跌跌，但只不過係跌跌啫。咁咧而佢比較適合咧就乾性皮膚啦、成熟肌膚啦、老化嘅肌膚去使用嘅。咁好啦，講下佢啲逐一嘅成分咧做到啲咩功效啦。咁佢有一個咧叫做檸檬香桃嘅成分啦，撫平皺紋啦、修復啦、緊緻啦、抗氧化啦。咁而佢裏面咧嘅蘆薈葉嘅萃取咧，其實咧係有必須嘅一個皮膚必須嘅營養素喺裏面啦，舒緩翻乾燥啦、壓力嘅皮膚咯。而頭先所講啦，可可巴油啦，同埋嗰個叫做乳木果油嚟計啦，其實可以深層咁樣軟化你嘅肌膚啦，同埋做一個深層嘅晚間嘅一個修復咁樣咯。咁而可能石榴嚟計啦，石榴咧天然嘅維 C 啦、抗衰老啦、排毒啦、美白啦、抗菌啦、蘋果酸啊，都係做抗老啊、抗氧化非常之出色嘅一個成分啦，同埋可以溫和咁樣咧，幫你做更新啊個肌膚，係啦，有啲老廢嘅一啲角質啊、細胞啊，可以快啲咁樣去褪出嚟啦。咁而Davidson 啊，即係嗰個戴維森理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好高維他命 C 啦、好高營養啦、花青素啦、高度抗氧化於一身嘅，咁可以幫你對抗咧紫外線對你肌膚嘅侵害啦，同埋刺激膠原蛋白嘅增生啦、抗炎啦等等呢啲功效嘅。咁另外啦就係 Q10 啊。富酶 Q10 抗氧化啦、抗衰老啦，係非常之出色嘅成分啦。咁另外咧，佢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油咧，就是、紅花籽油啦。咁咧亦都係啦，高濃度嘅必須嘅脂肪酸喺裏邊啦。咁可以刺激皮膚嘅細胞再生啊，減淡你嗰啲疤痕啊、暗瘡印啊呢啲咁樣嘅功效啦。咁而頭先所講一個特別嘅檸檬咧，就叫做阿斯彭檸檬啦。咁咧佢阿斯彭檸檬咧，佢裏邊咧係一個特別的一個成分在裏面嘅，咁打翻喺度啦。咁咧就係咧一個抗皺抗衰老嘅成分嚟嘅。咁咧佢集美白、抗老、抗皺於一身嘅。咁所以咧佢呢一個成分嚟計咧，對付你咧嗰個叫色斑啊、嗰個老人斑啊方面嚟計咧係非常之出色嘅。咁當然啦，裏面咧當然含有維他命 C 啦。咁佢呢一個咧係脂溶性維 C 嚟嘅，有5% 嘅。咁而配合翻咧佢所有嘅頭先嗰啲果啊、莓啊嗰啲嚟計咧。其實咧，佢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咧，去攞到一個咧最平衡、最適合肌膚嘅一個成分嘅比例喺裏邊咯。咁咧脂溶性嚟計咧，相對地比較穩定啦，同埋咧對皮膚嘅刺激度咧係非常之低嘅。咁而呢一支咧，其實咧亦都好好聞嘅，佢個味道，佢係集薰衣草啦、金骨啦、雪松啦、廣藿香啦，同埋香草於一身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係有草香啦、果香啦，同埋木香啦於一身嘅一個感覺咯。咁而呢幾款嘅一啲精油成分咧，亦都係幫助提亮啊、舒敏啊、減少黑頭粉刺啊，同埋傷口愈合咧係非常之好嘅成分嚟嘅。咁一口氣咧講曬佢所有嘅成分咧，係咪好誇張咧？我係覺得呢一支面霜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出色、非常之誇張嘅成分。咁而咧個質地嚟計咧，其實都非常之親膚啦，係稍微比起佢介紹嗰支咧，就係挺身少少，但係一啲都唔肥立嘅，早晚都可以使用嘅。好啦，呢條片最後一支 product 介紹咧，就係佢唯一一支嘅 facial oil 啦。咁亦都係 Renew Me 呢條 line 嘅。咁佢支油咧就叫粉紅蓮花活肌精華油。咁係一支非常之矜貴嘅 facial oil 嚟嘅。咁呢支油咧最矜貴嘅地方咧，就係佢集合咗 Pink Notus 嘅一個成分喺裏面啦。咁而市面上咧有 Pink Notus 成分嘅一個 facial oil 或者 skin care 嚟計咧，都非常之少嘅。有嘅嚟計咧，都比較少品牌係有呢個成分。係啊，同埋好比較貴咯。即係我見到有嘅咧，都係過千蚊嘅 product 咧，先有一個 Pink Notus 嘅成分。呢一個 facial oil 擺喺 Renew Me 咧，當然咧就係個 Pink Notus 嘅成分咧，係做細胞嘅一個更新。修復啦、抗衰老啦，同埋佢自身咧都係含有維他命 C 嘅，咁所以咧佢係 multi-task 嘅，即係咁而咧佢係一個非常之輕盈嘅一個 facial oil 嚟嘅，極易吸收咧，唔算太肥立、太厚重嘅一個 facial oil 啦。我想講咧，我咧係可以用到兩滴嘅呢一個油，因為平時啲 facial oil 咧我係用一滴噶嘛，但係呢一個咧對於我嚟講係完全唔油，但係佢有滋潤感嘅。
咁而咧，佢裏邊除咗Pink Notus 呢一個成分之外啦，咁佢集合咗咧我哋兩個都好中意嘅積雪草嘅成分啦、沙棘嘅成分啦，可以做到極致嘅抗氧化啦，同埋促進膠原蛋白增生、減少皺紋啊等等嘅功效啦。咁咧，佢另外咧味道咧亦都非常之特別嘅，佢係集花香同埋果香於一身咯。佢不但只有 Pink Notus 嘅味道啦，佢有橙花啦，亦都有 Mandarin 金骨嘅一啲成分喺裏邊嘅，咁係非常之高級優雅嘅香味嚟。當然啦 ，facial oil 咧就特別適合咧就乾性皮膚啊、成熟肌膚啊，同埋咧想做更新啦，相對地比較有少少開始老化嘅跡象嘅肌膚去使用啦。咁 facial oil 嘛，當然係唔含任何嘅水分啦。咁佢個基底咧係有山茶籽油啦、可可巴油啦、乳木果油啦，同埋沙棘果油於一身嘅。咁咧你會聽到咧就係佢係有厚厚薄薄嘅油combine 埋一齊嘅。咁所以咧其實非常之親膚啦，亦都係咧可以幫助你咧。分子比較小的油就入去肌膚底層少少啦，有一些中間的就停留在可能我哋肌膚的表皮 的感覺啦。另外可能相對啲比較厚啲嘅，可能是沙棘啊或者乳木果咧，可以少少地喺個表面嗰度咧幫你做鎖水啊，同埋做修復是非常之好嘅。所以它是集幾個油於一身嘅。另外咧，頭先所講咧積雪草呢個成分咧，其實非常之矜貴，非常之有益嘅對皮膚，佢促進膠原蛋白增生合成咧係非常之出色啦，加埋咧減淡你個疤痕啊、皺紋啊呢啲係好好嘅，抗氧化啦、對抗自由基啦，同埋肌膚嘅愈合啦等等啦。咁另外咧，除咗頭先一大堆嘅油之外咧，佢仲有咧就係紅花籽油啊、橄欖油啊呢啲成分啦，佢亦都係咧一個好重維他命嘅一啲油啦，同埋咧佢可以咧刺激咧細胞再生啦、抗炎抗菌，加埋咧淡化疤痕呢啲咁樣功效嘅。金骨嚟計啦 ，mandarin 嚟計咧就係改善血液循環啦、淋巴系統啦，恢復翻你肌膚嘅活力啊、彈性啊，嗰個叫做重組翻嗰個叫做細胞組織再生啊咁樣。咁佢亦都係咧一個亮白啊、減淡疤痕啊非常之好嘅一個精油成分啦。另外咧，佢加入咗橙花啦，橙花係一個咧好中意落有呢個成分嘅 skin care 嘅。咁咧，因為咧佢係做肌膚嘅亮白啊、更新啊，係非常之出色嘅成分。咁最後咧，當然咧就係唔少得呢一支 product 嘅明星嘅一個叫成分就係 Pink Notus 啦，粉紅蓮花啦。咁鎮靜舒緩、修細毛孔、抗衰老、修復細胞、肌膚彈性。咁而呢支 facial oil 嚟計咧，早晚都可以使用嘅。好啦，一口氣介紹曬 Cosmic Garden 嘅兩支面霜同埋一支 facial oil。咁我哋下一條片咧就會介紹其他嘅產品，留意住啦。拜拜。